木脑大爹，南大他妈嘎个西，个地个那的高中职个嘛大，南大妈玩个嘛一，我俩个地南都傍晚演的，他妈大晚干大，那一那段演那给那耍南家的妈奶，一天南都地那大晚一，我来演南都的八十万，啊个人民把那那我干大，个路个那是钱管，跟米我人没一，马路呀木脑个那路那他妈嘎个西南都地那晚的妈奶爹。以巴拉奥格纳达西安伊迪纳高中职以纳入纳原住民青年艺术创作联合展，格米拉米格纳六月六日以巴尔日马蒂达比杜布兰尼加入格的巴拉奥格纳史前馆格多诺伊巴拉奥干达伊迪纳多巴拉奥干达伊哦乌拉亚纳马斯格蒙尼蒙尼戴达纳伊纳诺亚伊迪纳多尼巴尔布瓦格麦格蒂格纳多巴拉奥伊迪纳多迪纳瓦达瓦伊穆卡萨马多诺马达达亚哦伊迪纳多巴瓦亚尼乌鲁达中格纳达加怪难格纳达伊纳诺亚。那在这种时节，我们史前馆每一年都为原住民青年搭起一座艺术展演的平台，期待各校展现精彩的原住民艺术教育成果之外，也能透过舞台，让彼此深入交流，激荡出青春跟创意的火花。格人民的南都巴达纳湾干带一都布阿达带大木如马达，哦，格那买张安格的只格里马上爱伊的那如马伊，阿毛南都拉米格南达格怪南格的只格，哦，那的那拉拉基，哦，马卓马的尼马达达姆格的南都巴瓦扬，哦，马卓格米昂尔伊的南达格怪南那达到中阿兰尼，哦，马斯卡穆勒姆斯拉伊的南达萨斯人。回家这个题目我讲取得非常好。各个族群的孩子们都回到自己的部落，回到自己的家，你会发现到很多很多的宝，从中去取得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那是前管理给你都无聊一点的平台给我们的都给两个人你干嘛玩的八十不玩跟那里呢拉拉跟那都给人哦把那我跟他那都给那外那妈奶哦一定能打一那那样跟那打跟怪难哦能打给那个人哦一定能都给那到外一哦都不是跟那个地方呢给人一定的科技给我们的那 QR code 连接码那都那那那那个对，西双版纳个个都那个马斯本伊只看伊，哦那对个买个的个那网络伊，哦马上中国老马上么那哦一定难度，中南伊只看难度八万元。可以用更现代的东西，先把它储存好，那可以让那些在外乡打拼的年轻人，想要更一步学习或者想要传承，那我们可以点进这个网页。那我们就可以更直接性的去学习跟传承，就是把部落的东西运用在那个现在的科技上面吧，这样外面的人也可以透过网络或者是一些东西可以更深的去了解，就像这次的展演一样。萨拉乌萨住阿玛斯卡姆尼姆尼，那都迪纳达外那嘛奈，哦，格麦格南达啊，拉拉那迪纳，穆克只哦米萨玛达比杜阿米巴罗达穆克只米萨玛达瓦罗阿米，那住那德玛嘎个西格迪个那高中职格玛达，乌连那个住个那高别格住那都丁朝朝，都尼滴滴干那都尼兹干啦，伊迪那琉璃啦，伊迪那陶珠啦，伊迪那都吉拉扎伊那嘛奈，哦乌拉亚戴达那伊那诺亚格南都，布拉亚尼那都迪纳达外格玛的巴纳乌干达。格麦格南多尼巴尔布瓦伊迪南多迪南达外那曼奈伊哦那迪那拉拉伊格鲁格南达伊那诺言格麦格南多瓦格什么的阿兹本格那达兰格南多瓦什么言阿雷代伊。